来就接让给金平来。这应该是五，这应该是五六的啦。这黄鱼。来接。更大。啊六靠腰。也不是，更大。跟七跟八有关系的。哎呦。七七八八第二卷。哎、啊。这个一千块可不可以？这个一箱一立贝。这个一箱只有八只。第二贝。这个一箱只有八只的。去三位不给了，一千来高八，三位讲黄鱼金龙三三人去，来我爸来，这一箱三位拢亮了，我爸好来亮亮来，这一箱只有八只的，来我爸好最后两个人去黄鱼，哎，一千块多我爸都那么看好，谢谢阿黄鱼收起啊哈，为着你我无花一千啊呢，好来感谢。这个黄鱼是，这个黄鱼是猪肚胡椒鸡来，它可以来了。来，这个叫花枝手卷手工的，很好吃哦，用煎的，用炸的，去炸好多只，一个可以十条，等于煎八哦，来七八好玩。飞机店花枝手卷有人要煎无？来，先就煎蛋起来，七八好来飞，花枝手卷七八好，有没有要吃？发人。安怎啊？十条七八好不够俗的哦，十二条，十三条。大家拢会使买十四条哈喽，十五条哩，真真正正的七十五，十六条、十七条、十八条，我无人要叮当哦，无人要听我讲话啦，无一人客二十条，等于真赚一百块啦。花枝手卷真正好食，两个人客尔吼，我倒，啊，再人是伫困了，来两个人客够发发咧，一个二十条帮我。哎，今仔无卖就干杯咧。来，爱食肉吃啦，两百块啦。今天我没有卖干杯。要啦，今天无来两百块啦。我等下去上来，上少钱，人家吃这台啦，特别没带啊。来，十八号哩，十二号哩，十二号哩，来两百块来，十三号、十四号哩，两百，有人要千八只无？电脑车，十五号、十六号、十七号、十八号，要只个两百块啊。来，阿廖到二十号来，两百块这边呢，来两百块来，百一啊。两百，要千八只啦无？无人会晓吃八只，我收来啊吼。谢谢，来，阿你啊，按今年人客要创啥位？面的，这个老脸出来。OK， 来好。帮我收一下。来，阿妹讲猪肚胡椒鸡来一包，1.5公斤，1500克，一包市售265克。你这真叫大包哦，而且内底真叫几多 ，OK 吧？好，做好只汤头作战哦。我要吃，这常温包，这你回去不用放冷冻，不用放冷藏，都不用，可以放到明年六月。如果失去记忆，够备够位哦，你想看，这两包3公斤。卖俾我吧，卖俾四百，来300块，300块来交接俾。猪肚交接300块，三百到后边只。南部两百边。秋天到了，晚上天气会冷了，一包你啊滚滚的，就当只啊四五个，吃一半，搁吃袂完的，卖500，卖400，300，来。